不知道你有没有使用这手机定位系统？其实现在呢，工研院研发了一座开放坐标软体，无论是哪一家电信使用者都可以来互享地理资讯了。来看一看这个最新的状况。朋友，在外面玩啊，不小心钱包掉了，那不晓得你自己在什么位置，讲不清楚，送个简讯回到家里，爸妈就知道你在哪里。因为看中了台湾简讯的使用普及，所以工研院就是利用简讯能够让收件者知道你的位置所在，或是网络上找好吃好玩发个简讯，这店家周边的道路位置直接可以在手机上显示。